这里是数九部落吉他，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吉他的那些事儿。刚才弹了一段克莱普顿的《Tears in Heaven》，大家可能都听过这首歌啊，是他的一首名曲。关于技术方面的东西，我不想太多的说啊。其实这首歌弹起来并不难啊，大家只要练一练，都能会弹，没有问题啊。就像我之前那个微头条发的一篇小短文似的，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学会，去分析一首歌，如果是一首好，大家公认的一首好的曲子的话，大家应该去，学着去分析歌啊，分析，了解写作背景啊，然后了解这个和声的走向啊，编配的技巧啊，大家都可以和弦上的应用的那些和弦，色彩和弦应用啊，这些技巧都可以去学习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主要是讲这些东西啊，关于这个弹这个歌，大家。需要谱子的话，我可以给大家发过去啊，或者网上也有。然后呢，首先说一下这歌的写作背景，就是90年代啊，20世纪90年代，大概90年、91年左右，是克莱普顿那几年挺背的。他的好朋友们相继就是出意外啊，有两个朋友，好像是坐飞机去，就是出意外了，去世了。然后就是他的儿子，从那个纽约曼哈顿的那个公寓上掉下去了，就是保姆照顾不慎啊，掉下去了。然后挺背的那两年，然后他就为了怀念他儿子写了这首《Tears in Heaven》，写得特别好啊。然后咱们先分析一下，除了这是写作背景之外，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写作背景。然后就是看第一行谱子的第一行最后一个和弦是 A 和弦，你看它前奏最后一个是 A 和弦，然后进唱第一个又是 A 和弦。如果我看到网上很多我们这块就是。咱们国内很多人编这些这个编配这些和弦哈，他说两个和弦就干巴巴的下去了，A 和弦比如扫弦就干巴巴下去了，然后进唱，哇，直接进唱两个和弦直接连着，然后但是你看人家编配的就不是这样的，他两个和弦直接同样的和弦连着直接这样弹下去是很无趣的，很叫什么很。尴尬是吧？就是像白开水一样，没有色彩，所以你看人家编的是这样的。又回到 A 和弦，非常漂亮编的啊，大家要注意这点啊。还有就是那个和弦的色彩，即使你看着它在一个小节当中。用的，比如第二行最后一个和弦，它用的是 E 和弦哈。你看着好像就是简单的一个 E 和弦，但是你仔细分析一下，是一就纯弹的一个 E 和弦吗？它前两拍弹的是 E 和弦，没错，但是它第三拍，你看它加了一个音，是吧？你可以把它作为叫 E A D D 是吧？E A D D 什么？就是这个音，你看是降 re，相当于是，不到七度音，就是。降七是吧？或者可以给它叫 E A D D 七啊，加了一个音，然后第四拍，明显弹的就是一个 E 七和弦的一个和声，你看，哎，在这一个小节当中，它用了不同的声音色彩，虽然根音都是 E。虽然根音都是 E，但是色彩就完全不同了啊！大家要体会这个感觉啊，然后，第一页的最后一行第二小节，看用这个和弦特别有味道啊。他这编的是升 C 七斜杠 F，是一个斜杠和弦，但是我听着是这个和弦，就是一个降 D 斜杠 F 和弦，降 D 和斜杠 F 啊。我用的是这个降 D 斜杠 F，无所谓，就差一个音，啊，味道用的特别的好。还有第二页的那个，就是说主歌的最后一个结束和弦用的 E11，啊，E11 和弦，啊，有点那个就是那个爵士和弦的那个色彩啊，这个味道特别的浓啊，我听着就是爵士色彩很浓啊。哎，然后大家要感受到这个他用的和弦的这个技巧啊，还有比如在这首歌当中，他用到了大量的那个低音进行啊，
前面也都有啊，大家感受一下那个低音，它用的虽然那和弦你摁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它每个和弦用了大量的那个转位和弦或者是 slash 和弦啊，造成了不同的低音的效果啊。典型的你比如这个转调后第二页，就是从转调第三行转都等于 G， 同志你看明显第一个和弦是 C， 第二个和弦是什么 G 斜杠 B， G 斜杠 B， 然后第三个和弦是 AM7， 大家知道 C 的根音都啊固定名唱法都，然后下一个 G 斜杠 B 就是 G 用的低音是 B 哆西 AM7 的根音拉哆西拉，三个和弦低音直接下行啊，是吧，弹着这个效果啊，低音啊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哎，低音下行，所以它这个编配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编配的这个技巧，包括后边用到了好多这种啊连续的低音下行，你可以管它叫卡农走向也好啊，还是低音下行也好，但是首先你要能分析出来，知道吗？不是说啊，他这个图上标的这和弦是这样按，我就这样按，然后我会弹了不就完了吗？你要学会分析一首曲子，将来等到你到了一定水平之后，你做自己做一个小的创作，你可以借鉴。其实天下文章一大抄嘛，是不是？都是在别人的经验的基础上，哎，再走出自己的路来啊。好的，今天就讲这么多。啊，大家可以去看看我那个微头条写的那个啊，其实跟我今天说的这个差不多。这个、首歌根本就不难，大家练一练就行了。其实主要是学会欣赏这首歌啊，能分析出里边的这些艺术还有那个音乐素养的这些味道啊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